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Red 啊！喺上一次嘅影片咧，上一集咧应该系嗰个游戏声系有少少问题，因为我冇开到，冇留意到吓、啊，所以咧应该会冇声啊。可能我迟啲会将佢加啲背景音乐喺后面啊。好啦，好，咁我哋上集讲到咧，我哋终于完成咗呢一个嘅 3D 龙嗰个剧情啦。依家就要去揾一个新地方，系咪呢度？好似流金岛向上游啊嘛，好似话系。系嘛？呢度喺呢度啦。OK， 呢个系咪呢个？应该系呢度啊。哎，咩事？哇！你竟然系，哇！草主啊！与此同时，系咪小次郎嗰度？哎，粉红喎、啊。所以阿波罗叫你嚟帮我，佢唔信任嗰个孩子正宗啊。佢点解会派你嚟去帮佢俾个打电话？盖伦可以为我担保，我亦都接受咗阿波罗本人嘅命令，系真嘅。盖伦，冇错。好啦，我哋啱啱侦察嘅岛咧，嗰、那个从顺发镇去甜金岛嗰个孩子，吓、啊，嗰、那个孩子真系麻烦标本做咩？佢哋完成咗，好好，我哋依家咧要将佢咧送到呢个金吉岛，我要咧你召集一个咧中队嚟运送呢啲精灵，确保冇人见到你。你想对佢哋做咩？唔好咁八卦 ，OK？ 我会摆脱嗰个僆仔嘅，等我嚟帮手啦。吓、啊，冇错，佢就系咧你身上咧伤疤嘅原因，你想报仇系咪？好，你可以加入啦。点解无端端个画面转咗第二度嘅？我即管睇下小芬个剧情嘅。诶、哎，鲤鱼王，佢哋系鲤鱼王啊！我妈曾经话过俾你听，鲤鱼王如果从咧瀑布上游咧穿过瀑布，就会进化鲤鱼龙，好似系叫小鲤鱼历险记。小南，你有冇听紧噶？我听到有动静啊！火箭兵团，快啲去揾佢。咩话？小粉啊，所以我冇见到嘢。睇嚟你中大奖啦！火箭兵真系嚟咗，我哋行啦。唔得啦，我唔会咁样下去啊！呢相咧咁靠你自己啦。你要去边啊？我要揾另一条路。唉，真系啊。OK， 鱼跃龙门啊！小鲤鱼历险记都噏得出啊！哎。我呢条路再上唔上得翻嚟？哦，上得翻 ，OK。因为佢两条路相通 ，OK。我落咗瀑布之后上唔翻嚟，诶，呢个咪打得噶？揾到你啦！如果打低你，我会升职嘅。咁易俾打赢我咩？咁易俾打赢我，仲系冠军？死啦！好，咦？呢度仲可以行？哇！有一只草主，有一只怕冰嘅。咦，可以直接游过去，系喎。如果呢个可以直接游过嚟，咁呢个游过去会点咧？哦，呢、這个就系爆，呢、這个就系暴啦，又系。哎，振作啲啊！无端端咩振作啲？吓，无端同个终于揾到你啦吓！哎，系我系 handsome， 我哋一齐咧斯达奇都打喺火箭。哦，原来你系 handsome 啊！估唔到你都系火箭兵嘅成员。拜拜，冇谂错，我侦探啦，我而家做卧底嘅咋。我哋需要共同帮忙。佢哋知道你喺度，佢打算咧将嗰啲机械虫运到金吉岛。我就知道呢度有啲唔对路。达斯拉，我要求你即刻投降啊！否则啲咩啊？我会接受咧战斗噶啦。你就系平金岛嗰个话，你系精灵协会嘅人。冇错，我个名咧就系特斯拉。最后咧，我仲要同时咧做低两个咧协会最大嘅敌人。你冇办法同时对付我哋。小芬点解要咁做啊？呵呵呵，我要打小芬啊！哇，佢呢个样都改咗嚟喎。你赢我唔到啊，小芬。哇，有自杀呢招技啊！哇，粉红色噶，佢唔通全部精灵都系粉红色嘅？如果系全部都粉红色都几有趣嘅。美丽花呢只系粉红色啊，真系几符合佢个名啦。呢只都系粉红色啦，系啦。哇，月爆啱啱啩，照打啦，冇办法啦。哎，打得死，竟然爆击临尾嗰下。吉利蛋再见啦，吉利蛋再见啦，可以。哎 ，handsome， 喂 ，green 到啦，我哋捉到啦，以为唔系 green 哦，将佢杀咗去。密海马用烟雾啊！佢哋走甩咗，快啲去揾佢。佢笑喎，哎，呢个唔通自己有你头先个飞天螳螂？多谢你，小姐，唔使客气。依家你想唔想下一条更加安静嘅路线啊？啊，想，我咁想。哎，你确定要咁做粉红？
你唔系个坏女孩，如果你咁做，你将冇办法回头。多谢你帮我讲大话，你冇必要咧帮我讲大话，系阿波罗派我哋两个嚟。我希望你唔会因为呢件事惹到麻烦，唔使担心，你担心自己的愤怒。你唔系坏人嚟嘅，盖伦，咁点解你？我要咧揾食噶，如果我有得拣咧，我会即刻退出大。哦，你两个变得咁亲密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以为嗰个咧救咗你嘅小情嗰个女孩咧系佢嘅女朋友，佢比你靓得多咯。嗱，师奶 ，OK OK， 我收翻。我唔敢相信我做嘅一切都系咧冇用。我知可怜嘅东西，我知道呢一个咧，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令佢对你所做嘅一切付出代价。又你，系咁疯狂离间咯。OK， 哇，我都唔记得咗，未回血，但系应该可以打死晒啦。我谂天然雀就唔得啦，天然雀要换重啊。尖弓猫油站冲浪啦，尖弓啦，地震 ，OK， 冰技，冰技，哇哇一滴血，章鱼桶换啦换啦换啦，月桂魔法液，哇破坏死光，冰晶层光合作用，哇咁快解。咁抵输啦！你咁快解，老兄。哎、欸，喷雾消失。哇，只鲤鱼龙咁嘅样嘅，点解？呢啲渣嘢嚟噶。哎，呢个位就系头先阿小粉嗰个位喎。好。哎、欸，有啦，冇可能噶，你一定系讲笑咋嘛？火箭兵人同精灵咧，整紧呢个半机械。哎、欸，呢啲机械嚟噶，比佢哋喺关刀做嘅更加过分。我哋揾到佢哋，快啲打俾啦，达师奶。我哋俾人包围啦，出去啦，不良蛙！哇，一直咁嘅不良蛙，我嚟拖住佢哋两个走先，哇，一个打四个，阻止佢哋咧变成呢一个半机械虫啊！快啲等我哋骑上呢个波波球啦，将佢击落啊！好，又吹咗唔知去边，小蓝咧，小蓝，我听到有人咧，一定系嗰个僆仔。换做鲤鱼龙先啦，呢度鲤鱼龙都叫做一个战力嚟嘅。哇，唔系话，哇，再见。哇，佢争啲打赢我其实。跳拨尖弓，尖弓。啊，系喎，格斗系。好想要招水技啊，水物攻击。有水物攻击乜都好啦。而家冇水物攻击，乜都做唔掂啊。食个药啦，冇办法啦。活力快，厉害相若。如果个背囊咧可以自动整理就好咯。成日都揾药咧揾劲耐，协会小兵啊，唉，武技。阳光烈焰咪好用，唔系嘛？鲨鱼阴谋。咪特工向嚟有条鲨鱼，连叶童子，乌溜溜，哎嚟啦嚟啦，嗰、那个女孩系嗰、那个女仔喺边？佢一定系讲紧小男，佢走甩咗啊！咁个男仔咧，废柴两个，你啊，系所有标本带走未？我即刻去做啊！你留喺度，我自己做啊！佢去咗边啊？哦，讲笑，我需要分散佢注意力。哇！机器冇得用，哎，哇系，潘哥，竟然学士术打我，太天真啦你！飞叶风暴，太阳花，哇呀，全部都唔同，哎，地震啦，反刺射，哎呀呢只先应该用地震先啱，打唔中仲要。哇！一招毒击咁痛，系咪黐线啊？狐狸快，电磁波，问佢话，黑布，喂唔系啊！哇，我咁劲嘅咩？我一下打死佢，都 OK 吓。佢最后一只，嗰啲灵异喺边啊？顺势了。呢度落唔到水，
森林度攞电池？你嗰边有咩喎？又要解一解个中毒先。好，嗰个精灵球系乜鬼嘢嚟噶 ？PP 补 PP 喎，嗰个系分散住，点样分散法？或者边度有电池？喺架船度？冇啊，喺边度啊？呢个又唔系啦。搵到电池，竟然喺呢度。OK， 发生咩事啊 ？check 下，最好依家行动啦。无端开咗部机之后就下去咯。我就知道有事发生啊！水。再水，再水，哇！换我竟然 ，OK， 佢竟然呵，临尾肯定系阴谋嚟啦，冇啊，就系用晒一啲 PP， 正负电拍，正负电拍什么鬼？换呢只电磁波先，哇！咁醒目嘅你，换尼多王 P 啊，睇下咧。OK 啦，哎呀正电，你难死都要整招正电俾我弹，真系回 PP 全部 ，nice， 咦又翻出嚟呢度嘅，懒人翁，见到啦特斯拉，唔觉得啊，机械虫喺边啊？冇错，我哋一直咧将佢哋存放喺个窿度，咁样佢哋走唔甩啦。好聪明、哦，快啲我哋带佢上船啦！我要解救佢哋，嗰啲机械虫啊，我想睇下、哦。有啲小粉哦，小粉，我死喺呢度啦！你讲咩话？我记得所有嘢，有个声音咧喺我脑海，点解佢又冇事？不停咁话俾我听，我唔应该活着。你做咗啲咩？你系我嘅朋友，去咗一个岛咧，改变咗时间，所以你会。中南同其他人会咩叫中南啊？我唔知佢哋会喺呢个过程中死嘅，系我做嘅。多谢你救我，但系唔想再同你讲嘢，我唔可以。未完的真相支线剧情咩鬼嘢啊？点解咁古怪嘅呢度？喂，揾咗粉，揾咗小粉先，去咗边啊？有条友仔咧？条友咧？去咗边啊？佢？开个掹下水先，唉，都唔知要走去边。呢度行翻去，但系佢呢个冇剧情噶，睇嚟系咯，呢度唔似有剧情。系咯，咁我哋去揾，我依家要去边啊？头先小粉嗰度系触发支线剧情，咁而呢一度有冇得打？呢度冇得打。我真系呢度，佢哋唔系鲤鱼龙哦。OK， 我最后系咩？原来佢顶住咗条路，你中计啊！点解呢度又正常化陷阱？我哋知道你想阻止我哋，所以预期浪费我哋精力去揾，不如我哋决定咧将你引到去呢度，就系呢个半机械阿里多斯嘅巢穴。小蓝唔使急，佢喺呢度咧帮唔到佢，我终于捉到佢，轻轻一推佢就会变成阿里多斯嘅食物，等我嚟。我中意咧，冇啲咩比自己喐手更加可以咧满足复仇嘅欲望。小芬好配，但我到底做咗啲咩错？我为你放弃咗一切，我块面呢个伤疤，呢件压我咧话你中意我，冇咁小芬拎住呢一个咧，得到信，相信我就好啦。哇，咩话？小芬，走啦！我永远都会支持你嘅。我哋要离开啦，我听到啲兵仔嚟嘅，但系小芬。哦、oh, ，要再见啦！你啲乜摧毁咗一切，我永远都唔会背叛佢，我都唔会永远我背叛我嘅朋友。我加入你哋咧，为咗亲手铲除你哋。哦，好多谢你，小女孩。反正我一开始都唔信，咁样我就唔会有罪恶感啦。特斯拉唔好啊！哦，我要翻去啊，太迟啦！我哋仲可以救佢，
我哋救唔到所有人嘅，一直都系佢走咗，你知嘅。垃圾嘅完美结局，你有咩问题？你唔需要咁做，冇必要咁渣。呢个系你咧同我讲过最多嘅一次嘅概念，佢系个叛徒嚟嘅，呢个系所有叛徒嘅命运。依家做啲有用嘅事，将嗰啲阿里多斯集合起嚟，我要需要转移佢哋。哦，俾人咬死咗啦，小粉已经。封信有咩睇啊？有冇封信睇啊？冇得睇封信啊！系一个悲惨嘅结局喎，呢个小粉系。似 bad ending， 我谂可以翻去睇一睇，好似有，应该可以翻去触发睇信剧情。诶、欸，诶、欸、呢、這个冇咗。No， 小兰，我唔知咧 ，Hanson 发生咩事咗，小芬都为咗我哋死咗。顺便问佢俾你个封咩信？嗰封信有得睇噶。好佩服咧，对你保守咗呢个秘密，喺正中离开咗精灵协会，一直同你一齐合作，一直咧录佢哋咧秘密会议嘅影片啦。呢啲可以作为对佢不利嘅证据。我知道佢哋会有用，我将佢收埋咗咧总部间房度。好抱歉，我冇办法将佢哋咧收埋喺更加容易接近嘅地方。事情结束咧，我真系想翻屋企，想翻到纯白镇，好挂住阿妈。我蠢材，牺牲自己啊！咁就揾到佢哋啦，我嚟对付啦。哇！呢、這个盖伦啊，成个小光咁呢、這个，小光唔会赢到我啦。我呢一只仲死得快呢只，如果佢话另一只飞另一只嘅副敌都仲难死啲，但系呢只就真系差啲啦，打木铺啦。哇！呢只有型啊，唔够打攻击。盖伦指挥官，你做咩啊？啊？穿过呢条路一直下就会去到金吉道，点解系帮我？呢个系佢想要嘅，多谢你。B 哥都唔想走。Handsome， 咁走佢就死啦！哎呀，冇办法啦 ，Handsome， 为国捐躯啊！你要用定身术，我哋应该点做啊？如果由我决定，我会将佢喂俾阿里多斯，将佢带翻去。永远支持你篇章结束。我好失望啊，盖伦。我会派人铲除你屋企人，但系咧会铲浪费我时间同资源。咁我哋应该咧拎呢一个叛徒点啊？阿波罗应该杀咗佢。唔系，等我哋咧测试下咧机械嘅毒性，诶，搞咩嗰边？哦 ，OK， 做得唔错啊！呢、這个高超鸭，你点知道用高超鸭嘅精神力去偷睇佢哋总部？嗰时咧喺关刀金王时用过同一个策略。总之我哋朋友而家似乎仲在生，好啦，我哋要重新部署一下计划。过去咗两日啦，已经劲惨啊！小粉仔，我输咗，有呢个胜利咧，我就可以正式参加胜利者之门。我唔敢相信我输啊！呢度蛋教嘅喺度，周围都喺度蛋教，而家几有趣嘅真系。嗯，你嚟咗佢系边个啊？我系 Handsome， 一个咧董事会嘅侦探。我哋冇办法阻止标本，你点啊？我哋嘅朋友仲在生，但已经奄奄一息。佢被注射咗一种咧被控制嘅阿里多斯毒液喎。阿里多斯喺甜金岛咧，小芬牺牲咗佢生命嚟救我哋边个？甚至冇人识佢，冇人在乎，就好似咧毫无紧要咁。粉红系英，阿小芬系英，咁又点啊？除咗我哋冇人知道嘅牺牲，佢孤独咁死咗，如此咁痛苦，为咗保护在乎嘅人咧而死，佢成功呢个佢想要，佢讲得有道理，讲得冇错。我哋救我哋嘅朋友，呢、這个正系我想听啊！而家听住，我必须谂一个咧唔引起注意就闯入去总部嘅方法。佢哋注意到我哋嘅一刻咧，佢哋一定会伤害武藏、喵喵怪同埋阿二嘅生命。所以我哋要潜入，偷偷走入去我嘅强项。你哋两个参加胜利者之杯，而小次郎我同呢个 handsome 就入去呢个总部。但是点解我哋唔可以一起去啊？谂下，如果你哋两个参加胜利者之杯，消息就会去到佢哋嗰度，佢哋会将所有注意力咧放喺你哋身上，意味住咧佢哋就唔会咧睇到有人闯入。阿波罗系胜利者之杯代表人物啊，佢一定要出席嘅。听你好似有计划啦，准备好未？行动开始，骨子联盟，唔好令我失望啊 ，boys。撑住我有个盟友咧，可以帮我哋，你两个继续咧执行任务，我喺外面帮你哋。我入去回血啦，朋友。回血喺边啊？有啦，终于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啦。啊，呢、這个非常之悲惨嘅剧情啊，估唔到系净系小芬死，其他嘅人冇死。系啦，纯白镇嘅人咧，净系小芬死咗，其余全部生还。
非常悲惨啊！封信都冇咩点讲到啲咩吓，封信就系讲咗佢嗰个呢个任务咯，即系呢一个最后嘅任务嘅一啲 detail 嘢咯，一啲资讯话俾阿 Red 听，但系十分悲惨啊，实在系估唔到啊！好啦，咁啊，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